哎，这个锁真的是。然后现在在宝山，然后现在去吃一个早餐嘛，这是个咖啡庄园，然后来体验一下。老的建筑风，或者说就是老建筑本身的。挺怀旧的，过于怀旧了，有点，这里面没有太好看，外面好看一点。有个牌子，云南农科院的科技合作企业，那边正在晒豆子，不同状态的那边还有一些，去尝尝什么味道。Hello guys， 欢迎回来 Rock 频道。我现在人在云南，因为过来参加活动，所以在这边逗留了好一段时间，附近几个城市都转了一下，感觉不错，蛮好玩的。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来自护工业最新发布的一个单肩包啊，叫做"毒刺"，它是一款弓箭包。看一下外观，大概就这个样子。不知道这颜值你觉得怎么样呢？我已经按我自己的喜好稍微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动，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这整个造型感呢，是实用的来，同时还是有一定的风格化展现，同时依然有他们自己家一个独到的设计语言在。我这次体验了两个颜色版本啊，都是 expect 的。那这一个就是蝶影绿的啦，我觉得这个颜色在这款包设计上还是很不错的啊。当然，所有的 expect。它的底部也都是1000D 的这个 Cordura 的耐磨补强，然后还有全 Cordura 的版本，我觉得也不错。另外一个是钥匙黑的，我觉得那个颜色在这款包上也是很好看，但是整体就是全黑的话，你可能不太容易看得清它的造型设计一些细节，所以我就拿这个来镜头前面给你们演示了。先跟各位分享一下这款包主要的一个设计造型，或者说我们看一下整个外观设计以及它内部的收纳分隔设计。整体容量是12升，厂家测试的，硬塞的话可以到15升，我就取个中间呢、到13、4的样子，大概日常常出行一天装的东西的话，通勤肯定没有问题。我现在拍摄的一机一镜，然后加上一些我的运动眼镜、咖啡杯、移动电源啊、一些滤镜啊、充电器啊，七七八八东西都塞进去，还有一些个人的，比如说钱包或者说湿纸巾，或者说一些有的没的小配件。还有一些余量，就是外部没有做任何其他的小开口放一些零碎，但是它有很多的 Molly， 两侧都有这个 Molly 扩容，底部也有，但是底部嘛，目前我现在个人是不太用得上，所以我就没有去改造。但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它也是有这个提供给你的。整个外形我不得不说还是挺有酸雨或者说阵风那个感觉。1、2、3、4侧面都有这个传统的几个提手，你可以从任意的方向都能很快的就把这个包拎起来拿走，而且它这个 size 呢，一只手拿也是没有任何违和感，是正面啊，可以看到非常大的一个弹力橡筋的覆盖区域，从包顶这个位置一直延伸到底部这里，弹力范围还蛮大的，并且呢，它其实可以拆卸，就看你自己平时会不会有其他的用途啦，或者说你也可以替换你需要的别的一些伞绳啊或什么的。它这多耐服的弹力小扣子还不错，弹性蛮好的，然后也很好捏，很顺滑。这边就有一个型号章，就整体外观就大概这样，挺简单的。两个拉链，前舱这位置呢，他们这次我觉得挺特别，一条开口有4个拉链，就是方便你在各个不同的方向都能迅速访问里面的物品啊。顶上这里你可以放两个，在这双开就可以直接拉开顶上访问里面的几个小的直插袋或者说是拉链袋，然后侧面各给你留一个，你就可以直接是侧面这样进去拿。当然这个取决于你自己左右手使用的习惯方向不一样，一般这样背的时候抽过来是在身体胸前打横，这样直接一拉一塞也很方便。如果你有非常频繁的这种快速访问的需求，我建议你呢还是用回 Cordura 版本，因为那个不是压胶拉链的话，速度拉开会快很多。 Expect 全部压胶拉链，虽然它防御性很好，但是相应的顺滑性会稍微有一点点没有那么的流畅，但是这个影响不算太大了。那侧面还有四个压缩袋，其中上面的两个呢是可以打开的，下面这些就是不能打开的了。除了压缩这一个包体的厚度之外，压缩袋可以限制这个拉链拉开的位置，有一个限位的作用，这样子可以区分你的侧面开口、顶部开口这样一个区域。然后打开看一下前舱里面，这是它的设计风格，我觉得还是挺用心的，很能收纳细碎的小物品。顶部是分了一大一小不对称的两个直插口袋，同样的面积，底部是一整个完整的开口，然后一直通到底部，但底部是没有厚度的，底部是直接两个口袋合并在一起，因为另一面打开的这一面是上下两个拉链层，你可以看得到里面放了些什么，拉手也是这种亮眼的橙色，很好找。那么前舱我建议就不要放太多太厚的一些物品，这样子有可能影响你里面的区域，因为它大概也就这么厚，你就算它有4公分厚好了，
那你要平均分给里面两面都有的口袋所塞的东西，对吧？所以合理分配资源，厚的东西可以放在主仓里面。打开主仓看一下，他们这次的拉链开口设计都没有设计成直通底部，就是防止你拉开一下子东西全部都倒出来，底下就 MOLLY 了。因为你再往下的话，其实都开了就没有 MOLLY 了，对吧？那也没有办法装这种新的配件了。主仓里面的其实就更简单的设计，但是它还是蛮有实用性的。首先背面这一面就是一个传统的 PMS 都会有的写名字的位置，一个直插袋它是有填充棉的，就像一般背包电脑仓一样，不过这个最大支持到11寸的 iPad Pro， 当然不是说不能放更大的，只是你不能塞进它的电脑仓而已啊。我自己的14寸 MacBook Pro 呢，其实是可以整个塞进它的主仓里面，虽然会触底，但是临时移动的话塞一下是没有问题，比方说我从车里临时把东西全部塞进包里面再临上楼，这样子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说长久的长距离的移动，比如说你搭公交坐过地铁高铁或什么之类的，你要把包电脑长时间塞进去然后磕磕碰碰的一直放，我就不太建议了，还是按照设计逻辑来去使用比较好。然后主仓的底部呢，两侧各有两个小的直插袋，可以放水瓶或者雨伞之类的，就那种圆筒型的物品。然后一直往下面看，电脑仓直插袋以及相对的那一面都是两面毛面，大家可以任意贴喜欢的这一个内模块的系统，这样子去安排你里面的一些琐碎的收纳。然后反面的这一面就只有顶上的一个拉链网兜了，那这就是整个包所有的收纳设计，数量不算特别多，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小格子都是挺精确的，对于零碎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整理，至少对于我的一些数码设备的周边而言，使用起来是刚刚好，十分方便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背面的设计，他们这一次的肩带也重新设计过了，是这种有点拐弯的肩带，然后上面是有两个位置可以去给你左右换，它不是说给你换成左肩和右肩的形式，至少现在还没有，我不排除他们以后可能会出这样的配件。那它这一个设计呢，就是为了有些人可能背弓箭包，他想要整个角度更倾斜，甚至有点横过来的感觉，你可以把顶上的点位稍微调换一下啊。我自己我觉得原装的样状态就挺好，其实大家可以看画面，我背的时候呢，它是跟着肩带的方向，就是已经是在我的后背对角线的感觉，并且拉到胸前来讲，它的整一个快速开口的访问呢，也是横在我面前，我觉得是够用的。虽然看起来还是挺像酸雨的吧，整个数据跟酸雨的话还是不一样的。肩垫这次的厚度呢还是挺厚的，大概是 1.5 公分左右，填充的厚的同时它不会说很硬，两边会各肩膀。下面的这个位置如果你要双三点背负的话也是可以的，这里给你留了一条 MOLLY。 然后两侧的底部这个位置随便勾，你看你自己哪个位置舒服你就勾哪边都可以。背面整个贴身的背负板呢，就是挺平常的一个分区域的这种蜂窝纹状的网面，有微微的弹性和透气性，不算特别的硬。然后整体背负效果呢，因为这个包挺小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太不适的效果，这样子是刚刚好够用的，太大或者说太硬的背负板反而可能会觉得硌后背，这个舒适度是有保证的。好，那么接下来看一下他们这次出的其他小配件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首先呢，大家应该很明显就看到这有个水壶套，这水壶套的弹力橡筋抽绳是用来调整它的这一个塞水壶的大小，可以塞这种小的咖啡杯，也可以塞这种巨大的露营水壶，但是啊，我不建议说这样的水壶装满啊，我这个装满是一升多点，塞进去之后它的重量它会有点往外，有点要倒，虽然它不会真的倒下来，只是它会有点角度上的倾斜。城市使用的话，我觉得不是很建议啊，正常用一个瘦一点的，短一点400-500那些就刚好够用了。它有两个款式，这一次出的这边这个款式是有两条 MOLLY， 你可以贴两个湿气章，按你自己喜好贴。另外有一个版本是这样子，纯激光切割的 MOLLY 面，这个就给你自己在水壶套外面再挂别的东西用的。两个版本任你选择，我觉得都很不错，看自己需求吧。如果你有更多负载的需求的话，就用这个好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小包没有必要装那么多东西，这个就挺好看的。然后再说一下这个水壶套蛮好的一点，就是说它的背后的这种连接呢，不再是 Z 扣或者说叫 Bow 插条那么硬连接。MOLLY 的这个方式，它是用的这种软织带，这样的好处就是说它依然有这一个非常稳定的连接挂载的效果，同时它不会因为背后多了一片像 Bow 插条那样那么硬的一个硬质，导致整个 MOLLY 的面都变硬，在包包的侧面这个位置顶住里面，它整个弧度会更加贴合你的包包，不管里面放什么东西都是比较软比较舒服的，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点。那再有一个就是它的整一个抽绳的这种缠绕的方式，不像我们绑鞋带那样是对称的左绕右绕一下，它这个我也还没 get 到，拉这边上面是收紧，它的这个缠绕方式可能你需要先习惯一下。当然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把它解开，重新按自己的喜好去绕就好了。这个我觉得虽然它绕起来好像不是特别的能直观的让你理解到这个松紧解开的方式，但是它的牢靠性是很好的，不会说你拉紧的突然间你塞个大东西进去它又慢慢的张开，不会。
还是挺稳定的，看自己喜好吧。反正这类型的小配件都是非常高 DIY 程度的，没有说好或者不好，大家按自己的喜好和习惯去操作就行了。那么还有一些小配件啊，比如说这一个钥匙挂，这一个是 MTBK 迷彩配色的，我觉得挺帅。这个位置可以直接有个四合扣扣在 Molly 上，就这样子挂这里。然后你需要快取的时候，直接扯下面这一块就拿走了，挂个钥匙啊，挂一些别的什么的需要快取的快速访问的东西，但是前提是不要太贵重，怕丢的别人一扯就没了。另外还有一个是这样的东西，上半部分跟刚刚这个 MCBK 是同样的，尺寸不太一样，也是四合扣挂载一个 Molly 支带，下面的部分是一条弹力绳，这个应该叫枪绳吧，没记错的话，这个就比较没那么怕丢了，你可以挂家钥匙或者说别的什么办公室钥匙啊，你的 locker 柜的钥匙啊之类的，这样子挂着。然后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我随便挂了一个 S 钩啊，是活动上发的，这样子你可以挂一些也是需要快速访问的东西，但是有个绳子拉着没那么怕出意外，而且它这个绳子的造型这样挂着挺好看的，我觉得挺帅的。即便你不挂这个包上，你挂别的包，或者哪怕你当个裤头绳来挂也挺帅的。而且它这也是用 Fitlock 的这个 V 口，你可以把它取下来扣在别的 V 口上面，就变成了另外的使用方式。看脑洞，大家自己按自己需求去使用就好了。还有一个就是新出的一条全尺寸的肩垫，我手里这个是钥匙黑的配色，他们这次有好几个配色，大家按自己的需求去选就好。另外还有一个更小一点的肩垫，那个是给一些更小的小单肩包用的，我这次没有收到，因为出门在外的东西实在没那么多，然后很多配件其实都在家里，所以我也没有说开很多脑洞去 DIY 给大家演示了，就旧的手里面有的东西大家简单示范一下。这个肩垫其实我是装在 Lafayette 的第二代上面，我觉得确实比他们旧款的那个补充的肩垫要好背很多啊，厚度一样也是这种差不多 1.5 公分厚，然后它整个海绵填充内部的这个面料细腻了很多，然后外部整个也光洁了，激光切割这种切角呢非常干净。前胸这一片扣 Molly 的位置呢也是很干净很漂亮，里面的这一个垫片都能看到。侧面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支带，看到吗？这位置可以给你挂三点背负，或者说你想挂前面这里也行。肯定会有人说这个会不会不透气，那跟之前那款相比，我觉得有可能会有一点点闷啊，一点点，尤其是你大夏天背这个位置绝对是一条汗印，不管是何种设计的肩带怎么设计，夏天背这样就一定有条汗印的，这个避免不到，只是说大家都有汗印的情况下，怎样能让你的肩膀更柔软更舒服一点，我觉得这个还是做得到的，还是不错了。哦，对，这个肩垫型号就叫 ACS18、它是全尺寸的，就是他们家目前的所有的单肩挎包都可以用到，长的这一面在你胸口。 OK， 那么这大概就是今天这期影片主要的一些内容了。我简单体验过后，其实我觉得这款包呢不是针对所有人群去使用和开发的，但是如果你喜欢弓箭包这样的操作，或者说很多朋友问我有什么好看的单肩包我想日常通勤，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喜欢单肩包来日常通勤，其实双肩包如果你要背电脑会更舒服的，我已经真的强调过无数遍了，单肩包很累的，但是大家就喜欢单肩包没办法帅啊，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了。我觉得它有一定的实用性，单日通勤加上装一些数码配件也有一定的防护和安全性，分隔收纳也非常合理，非常的细致。那包括这一些小配件，新出的配件呢，我觉得都很不错，哪怕你没有再要买这一款新包，你的旧包需要配件的话，这些扩展也是非常用得上的。肯定还会有人问这个小东西是哪来的，对吧？这是大理本地的一家店，他们手工做的一个小公仔，有很多颜色，我就挑了一个半黑半花的，我觉得很可爱。一狂暴走了，现在好美啊。这边还是蛮好逛的，有机会各位可以过来玩一下。我估计你们看到的时候应该已经开始预热双十一的活动了，应该会有一些不同程度的优惠。那我现在不清楚他们具体那个时间段会是怎样的一个销售方式，我只是抢先各位几天体验了一下。看到这里的观众好处肯定少不了你们，对吧？老规矩，大家都知道该怎么样操作了，我就不再赘述了。希望你喜欢这期影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一定要给我一键三连好吗？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一定要点一下订阅了。那关于我在云南其他影片呢，大家可以后续留意，我会慢慢的更新出来。那今天先这样，拜拜。这里是比顿庄园，这边就是他们的种植大棚，这边的树就应该是有一些品种和不同培育方式的区别，因为它这边路边也有一些零散的，可能就是比较野，没有在管。可以进去看一下，大棚里面的不太高，哎呦，跟玉米混在一起种。我之前还见过跟辣椒混在一起种。
咖啡树很多时候都会混合一些其他植物来种，有高的也有低的，这样子对它整个土壤生态还有昆虫的这种传播也好什么的都是有好处的。这就是波旁，这个就是铁皮卡，